日前，一只白水猫猫被突然冧落嚟嘅电视墙压死，究竟责任谁属？法律上对宠物有冇保障？家居装修又有咩要留意呢？国庆75周年活动多罗罗，在科学馆和历史博物馆就有盛世启航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成就展览，回顾过去发展和展示未来科技。留意港台电视31凝聚香港。